开着冷气，然后可以煮肉，看风煮就好了。对啊，看风煮就好了。外面实在太热了。或者是煮完那种可以出去吃的。如果有风的话。对啊，就可以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只能先暂时这样，在八狗里面是比较享受。你不是说让他下去走走？没有，如果他想要下去才能。好了，那现在去哪里？就慢慢走。哦，好吧，慢慢走。妹妹，抓紧。哎，哎呦，拖鞋掉下来。它也不痛。因为我怕小虎太热了。他喜欢要睡在那边比较隐秘，我铺了一个凉的 cooling pad 给他躺。对啊，我放了一个 cooling pad 在驾驶座那边给他躺。好了，现在出发了，要回家了。两点 check in， 现在呢是现在是12点，快一点了。对啊，刚刚因为后面有一台 Class A， 他也同时跟我们同时间 check out，所以呢就有点压力。因为我想要 flush。我想要把那个黑水箱跟灰水箱给它冲干净，对啊，所以我就是叫老婆啊一直冲黑水跟灰水，对啊，然后我要看到那个水出来都是干净透明的啊，就心里就比较开心。好了，那两天的露营就这样结束了啊，下一次我们就是去 Kansas City 啦。那妹妹从桌上，哦，她跳到马桶那边了啊。她可能八卦那边你放了什么？我们放的那个黑水箱怎么有股味道呢？应该外面都是很干净的吧？啊，有一些烟雾哦，好像是在有烧东西的感觉。对啊，难怪最近。外面空气都是闻得到那种啊有烧烟的味道的，就还好了。没有，这里有一个应该是水坝的水塔位置。今天呢天气比较阴啊，云很多，所以呢我们出去跑步啊打羽毛球都还算蛮轻松的了，但有运动到啊。那但是呢，就我也希望八狗上次过来的时候，到最高到207度。那我是在猜，大概是天气太热了。对啊，但是慢慢开。你是说什么207度？对，我曾经看到它。什么207度？水温啊，是水温，水温到207度。但今天因为是天气多云啦，所以现在是161度。我是在猜它差不多到190度是正常。不过呢，之前我们有去问过那个小师傅啦，他是说200多度正常啦。他说，车子都可以到260度才是最高温啦。就希望下一次我们就来一个。长途的到 Kansas City 了，啊，到时候就是走高速公路了。因为其实来这个 Cannabis Lake 的这个 Cannabis Lake 左转，
就是呢，他其实是 hill， 就是走那种山丘的路。像我们有稍微小跑步、慢跑、爬山坡，就感觉哇很累啊，小腿都很吃力。那八狗也是啦，八狗就是一直在爬小山丘，爬上爬下，所以就是会比较辛苦了。看来我都有跟台湾的那个粉丝团有分享啊，装什么冷却器啊，什么离合器的变速箱的冷却器啊，感谢主了，就是一切都是正常的，都很好。耶、yeah ！呵，对对对对，嗯哼，牛妹有没有很爆冲？哎呀，他怕吗？对呀、啊，他说那他又要出来，他越来越远啦，这边我都不认识啊。这边我不知道是哪里，这个风吹得我有点凉凉的。哎，我也在。哎呀，吹到冷哭。哦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对啊，他每次出来都会这样哦。哦，搞什么啊妹？啊，搞啥妹？这也怕那也怕，真是的。出来要怕了。放在桌子上喽，让它走走草地，说不定有一些小虫跳到身上的。我们昨天的 BBQ 木炭，哎，都烧到白，哎，那三根还在里面，说不定可以吃了。好了，又回到我们的八狗 Sun Star。没事吧？看到他想要去了，你看，哎呀，赶快开门了吧。OK， 哎呀，哎，去哪啊，妹？脚都脏了，哎，要洗脚了。哎呀呀呀，哇，这个牛妹，哎，真是，搞什么啊？哎，我来关。哎呀，小虎不敢出来，妹妹出来又要叫，跟那些车子一样，真是。哎，傻妹仔。好了，我们去跑步打那个三只在照相机。老公还是比较擅长煮菜。烤肉嘞，以前只有跟小时候跟大舅啊、小舅，还是大舅吧，小龙、小凤啊，有去中秋节烤肉啊，那时候就是烤香肠、烤地瓜啊，香港是台湾香肠，不是中美国的热狗，还有烤玉米，还有烤蛤蟆。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烤肉呢，除了烟吧，它好像是会一直刷烤肉酱，它就烤的那个就是要保持住那个肉不要烤到焦，因为烤焦呢就是很苦哦，是对身体是致癌，对吧？所以呢就是
小时候的烤肉经验就是这样。那美国的这边烤肉就不是很了解。老公，那个船是你用下去的吗？对啊，我用下去。我以为那么大。因为那个。其实外面天空是很漂亮的。对啊，晴空万里。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，真的都没什么风。没什么风啊。啊。对啊，因为。